什么了？你在这敲什么呀？敲？敲快递呀、啊。这快递是敲的吗？快递你得打开它。拿个工具打开。你这打得开吗？我再打一下。好了。打开了。来倒出来，我看里面都有什么呀？一个医生的百宝箱盒子。我看看，这个是药吧？这个是药片儿。这个是一个，这是打针的。是吃药丸的。哇，这是打针的，这也是个小胶囊。这个是看病的，看病。哇，这还有创口贴呢，好好玩啊。这个还有这个药呢。诶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量体温的，有体温表可以替换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个是这个。哇，这个是看病的一个小牌子，这个还有牌呢，这是你的牌知道吗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抹药的。哇，你看这，还有这个纱布呢，纱布。嗯。最主要的还有这个衣服，我们打开这个衣服看一下。这个医生的这个小套装好耶。哇，这个小衣服好可爱呀！来穿一下，宝贝。姐姐来给妹妹穿一下这个小衣服。好的，妹妹，嘿，我们妹妹小妹妹就是个小护士、小医生了，是不是？妹妹是女生，是护士。啊，小护士。我是。给我们来假装看病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哇，这小医生啊，小天使。妈，我来给你看看病吧。好嘞，给我量量体温吧。体温正常。30几度啊？37度。这个好玩。